展出作品《玫瑰花》，以自然景物的变化来表达能量的转换，传递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另作品《紫色旋律》，那远山犹如是层层水汽堆叠出的朦胧影像，画家透过晕染的方式，让云霭缭绕的台湾山脉紫色花朵谱出了优美的旋律，整个画面更为神秘与诗意的感性。而作品《圆舞曲二》，清风徐来，水中波影摇动，给人一种清澈干净的世界，光线穿透空间，渗透流动在水中，微光漫步游移在石头上，主动散发出优雅的美学氛围。而白色桐花漂浮在水影间，不仅打破画面的寂静，亦增添几许视觉的张力与动态之美，呈现出来的倒影能让空间产生无限的延伸。